哎，小的时候你们几个人谁淘气啊？淘气他是不在的，嗯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到现在来讲，他也是个老实人、好人，嗯，他有一个，你说这种场合我说合适吗？啊、合适合适。刚才你们夸了半天，他脾气就没说准。特别准的一句话就叫三脚踢不出个屁来。你有什么说？要是我说你们非得让我说吗？就他属于什么呢？脾气特别好。嗯。哎，你在这儿发火吧，你叫跳吧这。哎，他不着急。天哪，这是谁和谁呀、啊？我和方子春、啊。他们俩。哦。玩吧。天哪，太好玩了。哦、哎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一个好脾气，嗯，这个人缘也好，嗯。刚才我在后边，我着急啊。结果呢？刚才那许弟呢，我就差点冲出来。啊、哦！工作人员拦着，许弟演过我媳妇儿也。哎呦！太逗了，你们这！小的时候你们一起长大，后来到了青年时代，你们联系多吗？不多，都下乡了。哦，青年就失联了吗？啊，失联了。是吗？对，都不知道哪儿去了。都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后来回来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下乡了，我上东北。您没下乡吧？我在东北兵团啊。他是兵团，我是农场、哦，那你们应该很近吧？不近，没多远，就是1000多公里。您在哪儿下乡啊？东北黑龙江。哦，兵团是吧？兵团是兵团，我是农场。你看看哪个是我？我看看、啊、这真看不出来。那个这应该是坐到下面那个吧？就胳膊搭在那个屋顶上，那是你吧？哎呀，揣着手那是他。腿最长那个。嗯。啊，最前面那个。那您相当于是回来以后才找了对象吗？对。那兵团待了几年啊？6年。你们回来怎么联系上的呀？聚会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就圈里嘛。对。